门点打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打个破钻似的，还门点打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是今天早上头一把玩的猴，先超个神。四仙女，四仙女是谁呀？全军出击。此地物以久留。开干。上路没闪，带俺问问土地老王。我交不了闪，我交闪我估计打不着他，因为我在他交闪之前我已经 A 他一下了，应该闪现 AA 不到，不交了。好眼儿，这眼儿没插进来。艾克打野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传送交了吧，我就不墨迹了，我正好把他打回家。正好他没闪，哎，希望他们能拦住我击中，我就不交闪。装备了，装备了。其实这个闪现也不应该交的，交的其实没啥意义，那寡妇都上不了了，我们是必死。那人嘛，总会有带点侥幸心理。才刚刚
可会七十二变。我就刷个弱点，出来让他跟我们打，不打不行，打了必死。呀，塔了，像跟这种剑尖打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就耀光就行了。先杀小绿人呢，我不知道艾克在哪儿，我去把这个寡妇红打了去。这波有炮车，直接打寡妇的红，以防止艾克过来打我们家红啊。这寡妇这波他得谢谢我。我让他少掉了一个红，看着没？不用理他，我上去杀剑尖儿。打这人基本上就随便打，这也就一个白金的手吧，这都撑死了，不太会玩，回家。他俩应该不能拆我上塔，没事，他俩要拆中。哎呦，一换一不亏呀。他想跟我刷刀，我肯定不可能跟他刷。
这把我们得一直杀他啊，然后吃上洛塔皮，对线儿必须得对。抽一下。这艾克要起飞呀，我这一看呢。不去了，我就安心的在上路把这剑姬给他压好就完事了。我操，这怎么能中的呢？不应该呀，这怎么能中了呢？还得玩中单，你知道吧？你玩中单，你可以干克，你打个上路吧，你只能被干克，挺被动。就有点烦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剑姬不能跟我打了。我应该是打不过，技能他妈交重了交。Unstoppable， 菜了。打吧，你没交好。也没事，下边再说吧。上一波的小绿人整的我有点乱，稍微。我姑妹应该找不到机会杀他了，他不能跟我打了，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，慢慢来吧。
兄弟之年再来招安老四。不死，好传送啊，这艾克你还想把他给救下来是吧？小龙，把小龙拿了，把下塔守一下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自己搁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发育，发育个屁呀！发育，对面都菜的要死，还发育呢？打架呀！我这现在无敌，一波团战就起飞。哎呀，我手疼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既来之则安之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剑姬的英雄真的是上限高，他有那一手挡技能的这个东西特别烦。来人了吧？嗯，你没来人，你敢跟我打？哇，你太猖狂了！你没有人，你敢跟我打？我都不知道你猖狂些什么东西。哎呦，中路能掉不？哎呀，这小鱼人这都敢上，还行，死不了一波了啊！家不要一波了，害之矣。我要是出去找打野双排吧，打的我太压抑了，有的时候真的。那打着打着，
老来人，你知道吧？中单一会儿，哎，中路跑上来一波，一会儿中路跑上来一波，打得挺压抑的，让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杀着剑尖。移不过去，没把他蛤蟆给他抢了。直接开龙，对面连抢都不抢。你们去吧，我去下路。这个剑尖之所以这把能补刀，还有等级跟我一边多，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小驴人，还有我那一波自己的傻逼，有点着急。一会儿打起来团战，俺们就是大，俺们就是战神。只要打得起来，俺们就是战神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？看看我这装备。我就没见过对面打团，那人都哪去了？对面。你们要没有两个人守我，我可把你基地拆了啊！守不守？不守是吧？不守拆基地，我也不跟你多逼逼。爱守不守？知道回来守了，这回。五个够不够？够了，五个够多了。基地还不守，全给你拆了，你还敢不守基地？换个秒表。不是闪现白给，我寻思来一个艾克就够了呗，那谁知道他来五个人啊？那五个人肯定是干不过。你直接大他呀，你大完我就 TP 了。不过我 TP 也没大，不好杀，算了。四仙女是男的是女的呀？峡谷鬼见愁啊！我看你们老四仙女，我见过四仙女没？是不那个 AP 琴女？能打。
硬生生给我风筝死了，这是。我刚要能把那扇子妈杀了也行，好像应该先杀扇子妈的，不过也没事儿，他们家赢不了，没用。马上火龙龙魂，把龙魂拿了。你看我那下来一个打四个都没啥问题，旁边有一个队友刚才就全死。来小龙。没事，辅助死了就死了，没关系。他把技能交辅助身上，死了就死了吧，没事。要不等一会儿啊？等会儿开也行，他马上复活。不急呀，不急开，没事。谁的龙魂啊？我们家龙魂，一波费劲点吧，跟我打大龙去吧，走。哟 ，nice 啊！游戏结束。兄弟，我们跑这个位置来了。给你们家机会，你们家都赢不了。这把他就不是一个能赢得了的角儿，别挣扎了，这还有什么好挣扎的呢？你说。